这不少啊。哎，今儿多呀，我很欣慰。喊这个我就知道了啊，这都是爱听相声的朋友们。哎，是老观众，回到家乡演出心里很高兴。嗯，这个地儿好啊。啊，空港物流，对，四联，嗯，听说明年天安门要往这边挪啊。这儿首都了，谎信儿啊，谎信儿。嗨，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回来演出是既高兴又紧张。怎么呢？高兴的是能跟家乡的父老汇报一下。哎，紧张的是这种演出不好演。有难度吗？这头一排的这几位啊，连我脸上有没有痦子都能看见啊。这太清楚了啊。嗯，这种演出过去有个名词叫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哦，有这么个说法。最难了。嗯，我们愿意上电视台去演去。怎么？那地儿好蒙。懵啊。嗯，那犄角旮旯啊，两边蹲着、哦、带头鼓掌的，哦，领掌的，那叫俩说相声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哦，人模狗样的往外一走，嗨，那后一探头，嗨，哦，哇，这叫掌声如雷。今天哇、哦、俩字就鼓掌，我们俩人哇、哦、说一相声吧。哎呀，说的实在不好啊。啊，说的不好都鼓掌啊！你看今天多好，怎么样？一个鼓掌都没有。嗯、这就这么多鼓掌的了吗？显着热闹，你知道吗？这倒是。有人认识我们，有人不认识我们。有老观众。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哎，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哎，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致敬，嗯、感谢您各位。好。这个人大伙儿可能不是很了解，也得您介绍。我来介绍一下。嗯，在北京城一提他赫赫扬名。那可不敢，不认识他你就等于没吃过猪肉。对、啊、所以说这叫怎么说话呢？您这个，我捧你啊。你捧我，拿我当猪捧啊？不许美化自己啊。我呀，我这是美化吗？这个著名演员不敢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没有啊、叫什么来着？哎，白捧了，您不认识？别说，别说，你别说，我是，我能想起来，你别说，您想，您想，别说，你说说这俩字儿就算骂街、嗯。对，哎，怎么回事？我说就骂街？叫什么啊？于谦儿、啊，您算想起来了。对，嗯，于谦儿是我。现在外边打架骂街都拿这个说，怎么太于谦了？你这人是啊？没听说过。对对对对对，骂街的时候不提我。于老师好啊，不敢，真好啊，没有您说的那个。整个相声界你就挑去啊，再也找不出这样的人类。哎呦，您过奖，那是没有缺点。哎呀，您太捧了，完人啊，这人就完了，是吧？对，完了那人啊，很完整的这么一个人，很完美。这次来说实在的啊，啊，我很感动。怎么？身体一直不好，闹病，在北京在休息调整、嗯。但是一听说今天到这儿来演出，嗯，起床就跟我们出来了。对，说实在的，咱们将心比心，人家这次说保外就医到这儿来，哎，你先等一会儿，我们这咱这心咱不是滋味，别说了，什么保外就医呀、啊？合着您说半天，我跟里压着呢，我不是就是有跟大夫说嘛，我们保证在外边没事啊，我们接走。保外就您就叫出院了，就接出来了、啊。确实这次病挺厉害，这回这病都破了相了。哎，怎么破相了？痔疮。哎啊，痔疮破相啊？好嘛，我不懂这个，你们别起哄啊！我们要保持对演员的尊重，是吗？你呀、啊。不懂就别瞎说了，痔疮没有破相的、啊。反正身体不好，但是一听说上天津演出，蹭一下就来了。我们愿意来呀、啊，很感动啊。啊，当然，人家无论是人品还是艺术，那都是相当的值得一提的。就说台上啊，啊，人家台上，反正就这么回事是吧？台上这么回事、嗯、不是，就是人性好，人见看人啊，交朋友看台下呀。对呀、啊、台下人家说在人性人品还不如台上呢，是吧？嗨、哎、我让你捧过来了，是吧？反正就说有也有好地儿，也有好的地儿，谁没有个优缺点呢？对观众热情，这是应该的，这就好啊。能力大小搁在一边，心态也很好，关键保持心态，是不是啊？嗯，
常听相声，尤其咱们天津的父老乡亲都知道。嗯，相声四门功课，对，坑蒙拐骗啊，不，这等哪个弄好了？不是，都别解释了啊！说学逗唱，改了？没改，压根儿就是通知我呢啊！没有，一直就是这个说学逗唱。对，这四门，这四门没有20年你下不来，这得下功夫。首先说这个说啊。那个嘴里得干净，得清楚。无论您坐在哪儿啊，每一个字儿出来送到您的耳朵里，哎，让您听斟酌，不允许贪污任何一个字，吃字没有。有这么几句话，嗯，花200钱买一小猪，哦，滋儿滋儿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滋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嗯，死了。嘿，真是清楚，嗯，都能听，干净。啊，你嘴里有毛病，受得了这个吗？不行吗？花爱的钱买小揪，啊，这这喝水，嘎巴嘎巴切豆，是接墙头影出去，纸儿一声，你再枕着，枕着实了。哎呀，这撒气漏风，这不行，干不了这个。对了，咬舌、见舌、大舌头、结语啊，都说不了相声。嘴里的毛病，结语就是结巴。对呀、啊。结巴当然能治，对，你治好了之前说不了相声也不行啊。你别说说相声了啊，电视台主持人就结巴吗？没有，天津电视台娱乐节目找一结巴啊，跟嘉宾聊天行吗？我能用你二十分钟的时间吗？嗯，干嘛呀？我打算跟你说五分钟中的话啊。啊，那15分钟全是废话，合着都搁在这上头了啊。电台有吗？电台也没有，天津电台疯了啊！找一结巴，行吗？刚才最后一响，嗯、啊，北京时间，七点，你看表8:30了。嗨、哎、呀，那您说这太夸张了，这个都耽误了。那倒是，哪门功夫都得下功夫，嗯嗯，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的，都得学呀。说学逗唱，对，包括这个唱。唱啊，这个唱到底是唱什么？您讲。我们有些个演员上台就说了，嗯，哎，这唱啊，我们就是唱一歌，唱一戏，唱一大鼓。哦，这不对，错了，这是学唱，属于学。真正的唱叫太平歌词。哎，这是本功的唱。说相声不会太平歌词，在过去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是吗？四门功课短一门。哦，缺。比如说人都挣100吧，啊，你挣75，我这少1/4。所以大伙儿都害臊，哦，都知道要脸啊。对，后来一解放有工资了吧，他们都救了就啊，就不学了。谁不下这功夫？哦，太平歌词是一个人唱，嗯，拿着2块竹板，这叫玉子，学名是玉子。哎，击节而歌，掐着板，一上劲儿一下劲儿唱好了不容易，好听啊。他没有乐队，对，这东西难就难在这儿了啊。说有乐队好弄，哦，后边来3000人跟着拉弦儿，这好办。那么大乐队好蒙是吗？这你一个人你怎么蒙啊？是也没帮忙的，没人拖着。你说相声俩人这儿一搭茬的呢，一捧一逗吗？太平歌词没有、啊、也没有伴舞的。哦，嗯，我找过一回，倒是有一回演出，人家找我热闹点吧，啊，我找了40个俄罗斯的美女，太平歌词穿着很简单的衣服啊，给您伴舞啊，站在我后边行吗？给后边跳，哦，我站头里唱。好，观众很满意。哦，也爱看。前排站起一个来啊，拿手一指我，嗯、啊，你躲开点儿、嗯、啊，好嘛，把你给轰下去了，这俩钱花的，哎，对了，白费劲了。太平歌词其实很好听，好听。回到家了啊，给大伙儿学一段太平歌词唱腔啊。也不知道各位您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啊啊。全愿意听啊！啊啊啊！蛋道会，素会的、肉会的，嗨，烩饼啊，是怎么着？单刀会，嗯，好，这有内行。哦，单刀会说这是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是这样。关云长大伙儿知道，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哎，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再站起来，嗯，跟亲哥们一样榜样。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哎，别去，《红楼梦》里边写的这段哪儿啊？您全看乱了都、嗯、没有了，这三国好听啊，有朋友点了咱们就唱关云长单刀赴会啊。好，这段也没带着板儿，没带着玉子啊，就素食，咱们就来素的吧啊，行，看，嗯，不搁肉了啊，还是素的。东走福陵
下行船卢子敬白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罢书来西呀、啊、下至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有官平接书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蹲守拜拜上了亭后虎骑呀前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那约请亭后来到了这边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关云长看罢了冲冲怒骂了声则子你叫玉谦想当初有奸责什么别唱了、啊怎么唱着我来了这个老词儿这都是吧什么老词儿啊都是现编的后边老词儿啊没有太平歌词是这个味儿哎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学啊学学的这个太广泛了都得学啊学说话学表演嗯哎学叫卖哦这个做买卖吆喝也得学都是我们的老师是吗现如今买卖吆喝不多见了对想当初那是走街串巷到处都有啊是吗您想啊过去来说没有网络哦也没有电视嗯啊也就是有私人电台哦有电台私人电台是以广告为主但是得大买卖这儿做得起它贵吗你过去比如说像四联这样的哦它能上那个广告那是大生意卖耳朵勺的也做广告啊做了一回这四十年白干了啊哎呀，不至于啊！全靠肉嗓子走走街串巷吆喝着，这是宣传呢。这是一种艺术，对，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嗯，风味不一样哦。比如说到北京有这么句话，嗯，九腔十八调，松绳翘扁担，好听啊。冬景天卖青菜的菜，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箩筐十几样青菜，嗯、一口气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就那么好听吗？好听，您给学一学。卖菜了啊，哎，卖菜。嗯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刀切的黄瓜架冬瓜没打还切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脸的香椿的刺儿的好韭菜啊这一吆喝是一大套这一口气站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嗓子连通县都听得见啊通县都能听见通县还有一卖菜的嗨俩卖菜的废话离着四十多里地呢太远天津也有叫卖的对呀、啊、比如说过去咱们这个卖药糖的药糖哎小方块的药糖嗯什么色的都有哦装在玻璃盒子里边是上面搁一小嘎子灯哦人捯饬的也干净糖也漂亮顺街筒的往外一吆喝有浓郁的天津风味您再给学一学这个好听着呢怎么买药糖哎谁还买我的药糖句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地买少地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大了宝根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嘿有点意思卖药糖的哎连价钱都吆喝出来还有一种东西吆喝起来好听哪种糖葫芦哦就咱们冬天吃那个哎北京叫糖葫芦到天津叫糖墩儿哎叫糖墩儿北京城东西南北城不一样哦最好听是北城北城怎么吆喝深宅大院居多吆喝起来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几层院子给你打透了什么味儿呢蜜轮糖葫芦儿来哟葫芦儿哦有点意思谢谢各位无声的鼓励啊嗨鼓鼓掌不是不可以的这个年头谁求不着谁再来回来嗨哪有您这么说话显得热闹倒是热闹到了天津糖葫芦叫糖墩儿那叫糖墩儿吆喝叫一个字儿叫墩儿
哦，这个味儿的也不是谁、啊、谁出的这主意啊？啊，干梗倔脏，吓人一跳。哦，天津红桥去有一人吆喝，跟别人不一样。他怎么吆喝？哎，就是没有胡啊！对呀，就是没有胡啊！这怎么意思？这一刀把红果切开，被籽儿 K 出去。哦，干净，就是没有胡，也不错。哎，就是没有胡啊！他这成品牌了，是吗？跟前多少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那他火了。挨着他最近有一主也跟他学。哦，哎，就是没有户啊，啊，一分钱都没挣。怎么回事呢？他是卖核桃的。嗨，这胡学也不行，啊、胡来不行。哎，过去卖包子也吆喝包子啊、嗯，这个贵叫清真的，跟汉叫的不一样，还有区别。大叫吆喝包财，怎么吆喝？包财。后边我的名儿咧，唱着不拿着不唱唱不是音儿咧。啊，这是大叫，这是大叫的。好好好，贵叫清真，小伙计居多，小孩儿，童音嘹亮啊。嗯，心热的天里咧，包里热的咧，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嘿，啊，还是童子音儿，贵叫清真。好啊，山东济南一下火车，在天桥那儿有人吆喝，哦，能把孩子吓着。他怎么吆喝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咦，嚯，咬出一牛犊子来，多大个的包子呀？那牛都包子里头了，夸张。咱们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哎，有名啊。狗不理不吆喝啊，那人家是做商大买卖，非得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个。哦，卖夜宵。老大爷挎一篮子六七斤包子，盖着小棉被儿，嗯，夜里十一二点顺胡同走，俩字儿叫肉包。哦，肉包，肉字儿出了你还听得见，包字儿出来顺着空气就走了。怎么吆喝？人。半夜两点你睡醒了，你听他外边啊，你别理他。哦，翻身睡你的啊，转天早上起来上班去，嗯，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听他那儿啊，包嚯，还没走呢又出来了。第二天这是两趟。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吆喝起来好听，做衣服针，地上铺一块红布，摆上各种型号的针，哦，手里拿着一块木头板，嗯，捻这针往上多，嚯，一撒手准是五个，这是功夫，一排一排的了，嘴里边手里边要和谐。哎，怎么吆喝？好听啊，学一学。呀，好这个钢针背上多，武松打虎惊羊婆呀，十三这个太保李存孝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孟德带领人马把这三万江东过呀，张掖断一声喊，喝退八河。哎呀，我的娘！哎呀呵，好嘛，这怎么了？这是？扔手上了，没扔对。嗯，也有这没谱的时候。哦，现如今倒是不多了，是没有叫卖了。前些年还有爆米花的呢，哈，爆米花摇晃完了一踩，嘣啊，那是吧？这也算叫卖，那也是宣传的，也是一种宣传的方法，广告嘛。我有一回差点跟爆米花打起来，您跟他们置什么气？早晨演出散了挺晚，忙完了，早晨六点多才回家。哦哟，啊，刚躺一小时，门口嘣啊，嘣嘣。说怎么这么热闹啊？是啊，出席看的哈，啊，六个爆米花的，嚯，都在您楼底下。我说你们这开会来了是怎么着？想个办法，得睡觉。太乱啊！你甭管了，甭管，你走吧，有办法，有办法。是我刚进屋，嘣，怎么了？玻璃都碎了，那么大声啊！六锅一块爆的，好，嗯，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现在咱们自由市场里也有吆喝的。怎么吆喝？比如说卖十三香的。哦，就是那个调料，唐山人居多。对了，铺一块塑料布，嗯，一个一个的塑料口袋。哦，手里拿一张四方的草纸，哎，这手拿着小勺往这里边蒯，嗯，跟唱戏似的。来，您再学一学这个，好听。十三香啊，嗯，好听。来一段，来一段。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啊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的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聚会，弯弯袖子就下厨房，煎炒烹炸味呀倒美，鸡鸭鱼肉都盆盆的香，采过王母蟠桃啊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八洞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哎，好，哎呀，
这也那么长啊，跟唱戏似的，好听。经过我们的研究，不光这些小商贩们叫卖，哦，别的行业也有吆喝的。还哪行吆喝呢？比如说练武术的，练家子还吆喝吗？别人家练武术也不吆喝，哦，唯独老于家。他就说我们家老于家是武术世家，哎，我们家都练过，往上倒多少辈儿都是练家子。对，尤其于谦的父亲，嗯，王老爷子是，不是我吹啊？行，哎，别行，别说了，行了啊！我姓于，我爸爸会姓王，有说对的？对，哪儿的就对。这都得一个姓，这个我说的是那个，哪个呀？就一个啊，就剩下一个。什么叫剩一个呀？剩下都套走了，没听说过。得，这算他也姓于吧？啊，甭算，就姓于。哟，他们老爷子了不得呀！是啊，轻功盖世啊！啊，没有不会的，兵刃、拳脚都好。哦，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不见锤抓拐子、流星啊，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嗯，人家全行。是啊，尤其是轻功，就这二楼这阳台，对，电门腰蹭就上去了。这么高，那是我告诉您，来着黄绸子唰就扔那边去了，知道吗？动物世界呀，是吧？这怎么还飞过去？好玩儿，这东西知道吗？是吗？海河，海河，嗯，他爸爸跟这边一撩着褂子，嗯，顺着水面，腾腾腾腾腾，走过去了，伸手，哎，有一个水点我都不好去，功夫好，嗯，冬天冻上了啊，嗨。摔一跟头，这边也出溜过去了，那个摔了不得呀，了不得呀，嗯，没有不行的，都行。最拿手就是配钥匙，对啊，一门灵，配钥匙，助人为乐呀，这算什么助人为乐呀？你看，你钥匙碰屋里了，啊，你找别人花钱，他爸爸这看看就弄开，是啊，多难的锁，老头看看，嗯，哎，弄根面条就捅开了，嚯，这是功夫，给他一包方便面，出入任何一个小区，哎呀。行了，别给他长这腕了，没用。知道这是他爸爸。嗯嗯。哎呦，他要到他爷爷那儿，说实在的，我就别拍呀。哪儿啊？说的长辈儿就拍这个，我替他美呀、啊，我真替他美的慌。替美你不能这样、啊。呦呦，他祖父了不得。是啊，在清朝的皇宫里边给西太后做保镖，这能人啊，还了得吗？就是。现在清宫档案，你查资料去。怎么？那里边有他爷爷的名字，叫什么呀？李莲英。嗨，太监呐！啊，不是啊，不是吗？不是，不是，甭管叫什么了吧。啊，他老人家练武术，他就吆喝，是吗？白天不吆喝，非得是晚上夜里，夜深人静，大伙都睡觉了。哦，换上一身夜行衣套，嗯，背插单刀，由打屋里出来，电不灵腰蹭上了房了。嚯，在房顶上是路服豪行，能耐一路来在了乾清宫的顶子上。嗯，暗箭翅，腿崩狂，苍啷啷，宝刀出鞘。嚯，一捂耳朵，张嘴就吆喝，怎么吆喝呢？我家的那个小奶楼，我的哦。